Today's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will be presented in Canto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l the sea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救援在最前线搜寻灾后生还者、失踪的儿童和登山客等等，他们随时准备好面对恶劣的天候，以拯救生命。世界知名的慈善家、艺术家兼灵性导师青海无常师关心这些忠心的狗儿，并对他们深表敬佩。And I saw many dogs, you know, they use for a rescue mission. They just walk in like nothing. But I feel so bad about them. Dogs walk in the sharp, broken glass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even chemical leaking or anything, or germs or danger. And these are precious dogs. They've been trained for years. And they even lay down their life for anyone at command. You have to protect that dog. For表示对搜救犬及其人类伙伴的爱心支持，青海无常师慷慨捐赠逾80,000美元给18个的搜救队，包括澳洲、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厄瓜多尔、法国、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纽西兰、巴拿马、菲律宾、斯洛维尼亚、荷兰、英国和美国。聽覺、嗅覺、靈敏度亦都好高嘅動物，咁所以咧喺呢幾百年裏邊咧，人類嚟將利用咗佢哋嘅天賦嘅嗰個本錢咧，就係、是、訓練一啲適合嘅犬隻，又成為一個搜救犬。狗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几世纪以来，他们总是在危险的环境里无私地协助人类。其实最早发现这个搜救犬是在一个公元950之前，在这个瑞士和意大利山边有一间修道院，是有一位修士是训练了一只狗去拯救山上面被雪困住的人士的。这一只就已经是第一只的搜救犬。今日我哋要介绍香港搜索及救援犬总会里几位现代嘅英雄犬。这是一个由志工服务嘅非政府组织，当初系由一群英国嘅退伍军人共同成立嘅。他们都有训练狗嘅专业背景。这个组织随时待命，为大众提供免费嘅搜救服务。我哋大部分嘅会员咧都系现职嘅纪律部队专业人士，而我哋嘅背景大多数咧都系呢一个嘅退伍英军，所以我哋有丰富嘅训练嘅英军嘅军犬嘅知识。我哋希望利用我哋嘅知识，能够训练我哋嘅家犬，透过呢啲嘅训练咧，能够咧帮到香港市民。咁本会成立嘅宗旨咧，就希望咧引入同推广搜救犬嘅训练同服务。希望使用我哋目前喺香港嘅家犬咧，喺香港咧，当邻近地区啊发生灾难啊山野失踪嘅时候咧，能够上到山去帮到手嘅。
港搜索及救援犬总会的志工通常会和警方、消防队以及其他紧急救援机构一起进行救援任务。在收到求助通知的两小时内，搜救队就会作出决定与出队。假如真的要出来搜救的时候，可能是最少的可能两个钟，最长的可能八个钟都不定，那我们就要随时候命，随时去服务这个社会了。而所有呢，我们都是担当这个义务和一个辅助的角色，而支援呢正常的常规的队伍来提供的民间搜索犬的服务。香港搜索及救援犬总会于2007年成立，该会是由善心的志工所组成，不论是人或狗都是全心地为社区服务。目前本会是总共是有四只的山岭搜救犬的，两只已经完成了一个合资格的训练，而两只就是一个山野搜救的建习的搜救犬。我们会将这四只搜救犬去分配在每一个月的不同的日子里面，去拜我们的出席的时间表里面。香港搜索及救援犬总会遵循美国搜救协会的标准原则，然后针对香港独特的环境再作出适当的修改。香港多山，民众都很喜欢登山，因此该会常出动去搜救失踪的登山者。所有的拯救犬里面呢也都有分开不同的工种的，譬如例如大家熟悉的一些地震形式啊、冧楼形式呢，咁一些是灾难性的训练，咁另一些就是一个山野的追踪训练，咁亦都有些在雪地里面的拯救，咁同埋一些就是一个水上里面的拯救。并非所有的搜救犬都负责相同类型的工作，根据他们的训练和经验，这些聪明的狗儿大致可以分为气味嗅察犬和跟踪犬。气味嗅察犬透过在广阔开放区域用灵敏的鼻子在空气中搜寻人类的味道，而跟踪犬依据失踪者曾使用过的物品如帽子或 T 恤在地面寻找其味道，有些狗这两种技能都具备。山野搜索工作方面呢，其实是有分开一个checking 追踪和一个 air scan 靠空气的那个追踪的。我们通常都会用一条很长的狗绳，然后由只狗去跟着那条路线，然后带领个领犬员去找寻一个失踪人士嘅。咁至于一个 air scan 咧，就系好会系利用只狗本身个主动性，唔用任何狗绳，利用只狗嗰个主动去透过空气风向而带领嗰个领犬员去揾到一个目标嘅人物。喺一个山野搜索方面咧，譬如一个失踪人士嘅，咁我哋当然系最好要求系有一个失踪人士嗰个物件。而有嗰個物件，有佢嘅氣味，然後可以俾一隻救援犬，然後去識別到佢揾嘅目標人物嚇。咁但係如果喺另一啲場合，譬如一啲災難性地區啊，或者雪地啊，或者水上面咧，因為個環境唔同，局限咗個環境嘅，咁變咗我哋係唔需要一啲特定嘅氣味咯，因為佢係會喺識佢本身已經係一個指定嘅範圍裏邊。去找尋一個新患者。香港搜索及救援犬總會跟世界各地的搜救犬組織一樣，是由志工組成的，志工包括人及其忠誠的狗兒夥伴。這些充滿愛心的狗往往沒有搜救工作的經驗，他们是人类家庭里忠实的成员，并且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那这些家犬要如何成为超级英雄犬呢？
日常工作咧，亦都係帶領呢個犬隻進行一啲搜索工作同埋搜索嘅訓練嘅。咁我哋對呢個犬隻進行一個評估咧，適唔適合做成為呢個搜救犬咧？我哋透過一啲尋找遊戲啦，同埋會帶去一啲山外啊、石間啊、石灘啊，咁係俾佢哋咧睇下環境嘅適應，睇下佢個膽量啊同埋適應能力有幾多嘅。當每一評選好之後，然後佢發覺係適合做呢、這個可以接受一個救援犬嘅訓練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需要一個狗主咧係陪同嗰只搜救犬咧係一齊訓練嘅，同埋喺個訓練途中咧會係去了解翻自己嗰只狗咧係一啲特性啊，或者一啲要注意嘅事項啊，同埋喺唔同環境嘅方面咧，嗰只搜救犬係有啲乜嘢不同嘅反應嘅。照顾狗儿的人可以运用狗儿忠诚与爱心的天性，训练他们执行这些拯救性命的任务，并且给予奖励。在训练过程中，狗儿享受与人相处的美好时光，行动结束时，狗也会获得奖赏。同埋喺每一次個搜索訓練嘅過程，或者係一個行動嘅過程裏邊咧，逢係一個尾聲咧，我哋亦都會咧係俾一隻狗咧有一個 happy ending 嗰、那個訓練嘅，即係其實係就係話每一次尾聲嗰時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簡短嘅訓練，就係話俾佢中到個目標人物，然後好開心去玩一件玩具啊，或者一個讚賞啊，等佢一個深刻嘅印象喺呢個搜索過程中，而令到佢喺下一次嘅訓練裏邊咧，有一個印象去繼續做翻呢個搜索過程。其實你哋救援隊咧係需要同救援犬咧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嘅嚇。咁你哋重唔重視同埋點樣去同救援犬嘅溝通啊？同埋點樣去建立呢一個工作嘅默契啦嚇？察覺佢哋嘅需要咁樣咧。首先我哋會當我哋嘅救援犬咧係我哋兄弟一樣去照顧咯，因為救援犬咧就唔同一般嘅政府紀律部隊嘅工作犬，因為我哋係將所有嘅救援犬都會係喺做一隻家犬嘅一個訓練方式。我哋除咗喺屋企照顧佢之外咧，仲將呢個救援嘅技術咧係灌輸俾佢嘅，所以我哋平時好著重我哋嘅教育啦、生活啦、遊戲啦同埋呢個指引。變咗，當只狗有任何嘅特質或者任何嘅表示嘅時候咧，原則上我哋嘅默契咧係好高嘅。發生任何事，我哋都能夠理解對方。因為搜救犬跟人類家庭一起住在家裏，所以彼此堅強嘅情感與信任，對合作進行搜救工作非常重要。其實沒有特定哪一種狗比較適合這種工作，所有狗都可以成為優秀的搜救犬。我們希望可以在民間的救援遺棄狗隻的組織裡面挑選一些合適的狗隻，包括混種狗進行訓練，成為我們的搜救犬。因為咧，喺我哋嗰個總會嗰個理念咧，覺得其實犬隻係無分呢個貴族或者係雜種，我所知係雜種狗嘅。咁啊，因為只要經過適當嘅訓練咧，搜救犬好似人咁樣，無分種族嘅。只有經過合適嘅訓練同埋栽培咧，同樣地都可以成為出色嘅搜救犬嘅。最主要其實係嗰一隻狗係去有一個搜尋嘅意欲。透過遊戲，佢有個搜尋意欲，而對人亦都係好友善嘅。咁其實佢已經係可以有機會成為一個搜救犬噶啦。明天第二集嘅節目裡，我們要帶你認識香港搜索及救援犬總會裡犧牲奉獻嘅搜救犬。与爱心照顾他们的人，请至以下网站查询香港搜索及救援犬总会的详细资讯 www.hksard.com。 感谢你收看《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灵性综艺，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你永远因内边天堂的光而闪耀。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today for this episode of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Coming up next is Enlightening Entertainmen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 always be illuminated with the inner brilliance of heaven.For more details, please see www.suprememastertv.com/AW.